解开，开开开！妈的饼开干！开！是你得到神器哦，神饼器剪干！刀哎，这是什么鬼神器啊？你后来的核心是？都开开！羊毛，嗯，换羊毛了。哦，都开开！给你打雷啊！开给你打雷啊！过年给你一个大的啊！哇！大红包啊！好好啊！别酒了，再开箱啊！多点带角度而已。别再转蛋了，别再转蛋了。安安，怎么又过来？又听到转蛋？那你一来就一直在玩转蛋啊！他停不下来了。转啊！转！我的手，他在颤抖，克制自己了。奇怪，那个滑鼠怎么了？那个右键永远都卡着啊！狂转，只你得到闪速暴风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、那个很厉害，那是一座岛，那放在敌方那边会比较好的。对，那座岛会一直招那个渡鱼，然后那渡鱼是会头上会带着苦力怕的，到你旁边直接爆炸，好恐怖、哦！我头上还带着，超凶凶，跑很快，而且他跑超快，真的。今天辅导创意又有新的更新。这次很单纯，就是创造魔域多了一个新的中央主导，锻造魔域，创造然后进去变创造，哇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没那么强，那看起来应该是那个满满合成台的一座中央主导啊，这个，哦，那在那个上面啊，那按右键一定很开心，啊，那举盾都举到那个合成台，合成台，哇。安安神秘的岛，我们今天就玩那个，好不好？好，他旁边还有那个、欸，哎，还有那什么地狱岩，嗯，就还可以神秘，不是岩浆块，岩浆块，这岛是羊田拉弓是不是？会吸在水下，掉到水里还是要被吸住？对，不可能拉弓的岛是不是？可以好好期待，那我们今天直接就观众场大欢乐，好，好啊，狂牛症，那个手在抖的还行吗？那集冷静，那集冷静，他还在抽啊，还在抽啊，选队伍，选队伍，无法自拔，没收他手上的东西啊，直接没收357个，还想抽啊？很爱抽，到底转的怎样了？啊，那我让观众来，好吧？今天我们直接有作者同队，直接一起 play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大家想玩的到 RC 274760190 ，RC 274760190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挑战新的中央主导，好不好？啊，第一场就8-8，来，登录 RC， 大家各就各位，想玩的就到 RC 274760190 ，RC 274760190，为什么 ？RC 作者也在这啊，已经都在了，嗯、啊。好，那我们就8-8，秀8-90，好，来，想玩的就准备哦，要准备广播了。你只要能够答对好题目，就可以进来。嗯，来答题目啦。噔噔噔噔噔，设定好密码，就来广播。巧克力的暗黑大陆总共有几集？哇，这么多人手速这么快，通通都冰崩冰崩，答对啦！暗黑大陆啊，今天完结，总共有13集。刚好是什么黑色13号星期五，哈哈，但不是13号，是十三集星期五，恭喜抢到！那密码先改变，如果你们不小心跳出，就用这个回来。
啊，好像多了一个人，但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吧？这个来 ，OK OK， 然后呢，然后呢，给你们 IP， 那进来就乖乖乖乖选择你们的队伍 ，Waiting for you。画面没动，是不是卡住？因为我刚刚在用 RC 啊，啊，现在应该有顺顺的，顺顺的，好好顺顺的。刚刚因为是把那个麦块整个缩小化视窗，它就是你们看起来是卡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回去。感谢姬姐，新年快乐！哒哒哒哒。不然你就放鞭炮声放整场就好了。这样不会坏，这样上不去吧？他就是没拉上，这样上得去？他要整片都是水，他才往下吸。那几段没选对，欸、汪汪也是。哎、欸，我的哪里选对、嗯？他跳出来了，他跳出来就再放啊！谁、啊、跳出来了？只好这样了，太多只了，想几只啊 ？So happy。哎、欸，里面怎么有河豚？你可以把它挤出来哦。嗯，太可怕了！啊，要血，掉血，掉血、欸！会死哎、欸！哎呦，要在时间之内赶快到就可以了。时间之内，这么开心！时间之内，往往选对。好，还没选对就在这边干。有礼拜三的那只小僵尸、欸。我要进礼拜三的什么？但是，哎、欸，好，就是小僵尸啊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是妹妹吗？哦，看到了。哟、哎，哎，河豚不见了。他是中国的僵尸，不是西方的僵尸。多到满出来，咚咚咚咚，突然满出来了，大家都在死。多啦，多到我从外面就看到那个河豚。他在外面可以游哎、欸。对啊，我看他在外面游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到吗？哎、哦欸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，你才是会腻还是会腻？靠黏住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刚黏在那里，我还想说是我显示 bug 吗？他的刺卡在墙上，黏了两，他可能被挤出来了太多了。他可能用身体的那个刺卡在外面，卡在那个墙里，刺蛇，刺在那里。啊！弄错模式了。我想说，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冒险？很想要冒险一下，很想要一起挖一下跑酷吗？啊，可以啊！这次是八打九，八打九什么？八加九，八加九。那这中介组总就没了，这走到一半就没了，就骗人的。啊，他跳过去 了,、哎、去了，但是他还要经历过一个玻璃。哎呀哎呀，玻璃可以。啊，他要经历玻璃，玻璃没有很难呐、啊，可以。小玻璃，感觉很。嗯。哎、欸，他走捷径呐、啊！哇，我不让他过来这里。下去下去。走捷径。他好聪明啊！我都没想到那里，太久没玩 Minecraft 了。然后他就利用受伤啊，往上跳啊。对啊，受伤往上跳。你在那边一直补是吗？有没有？我刚刚走上去了，还要掉下来，掉下来。他死了，你要补子。好好去看看河豚的声音。调设定，哎咻！一开始的牛排多一点。好啊，谢礼物。那我们今天就直接锻造魔域。好，它的地图说明是古代工匠聚集之处，制造高等装备的锻造之岛。河豚之锤吗？所以有很多的合成台，有没有？然后只有一个附魔台，还有一个附魔台。那他经验有没有比较多啊？对啊，等一下过去可能就知道了。两倍经验啊，两倍经验哦。他们从头上来、欸，主导来个炼狱堡垒啊！我怎么队伍被换了啊？有被换，你自己点的、啊，自己踩到了。刚在原地，我没有动说。啊，你红队很正常啊，你不是红队吗？是我刚刚被弄成蓝队，所以我才换回来。哦，好，可以选队伍。弱势方五颗绿宝石，
要开场先记了吗？每十五秒给两个经验结晶哦，一个一等这么强，这么厉害，干嘛的？经验结晶一个等，一个加一等，就是拿在手上等七还是十五秒就会加一等。哦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拿在手上，就是你拿在背包里就有。好，好，那就七千分七起来，给他们通通通通选择。他们多一个人哦，我们八打九。好，那就来，谁会是祭司？来，不要，我不要当祭司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的就会当了。你做什么了？我不要，新年新希望就是不要当祭司。就是你啦，果然啦，你越是不要，他越让你当。我要开一场把三叉戟射在家里面了。你不要啊。只是在大家在放铁的时候，直接戳在大家脸前。我报复社会。冷静冷静，牛排打牛排打，赶快存铁，赶快存铁哦。那个绿宝石你们买哦，我只买牛排哦。铁放着。好，讲好的买哦。好，好买。你没办法买。那个那个。牛排牛排，牛起来。哦。两个牛排。嗯，作者盖了一个，这什么？哦，哇！疾病的疾病的、哦，那我要旁边放一个我的商店。好。好。哦，中间会产钻石哎、欸。哦，钻石。哦，要拿。哦，钻石可以干嘛？做装吗？那钻石可以干嘛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然后有那个异国书柜、哦，有异国书柜了。装备啊！拿回家，拿回家。哦，那个。哎，我、哦、没掉，没掉，没掉。金装快速换装，这里会一直掉那个哎、欸，经验结晶啊。上一次就变羊毛。我现在等级在升，因为我有那个经验结晶。哦，所以七秒，七秒，七秒会哦。对，他好像要拿在手上。嗯，你们有需要放核心了吗？核心我在放啊。核心那个、啊，对啊，有没有祭司放？ Yeah, 啊，那个附魔岛，附魔岛。附魔岛，我买我买，去订。好，月月月，这给你不死图腾。哦，还有很多钱，九打七吧。还有被收了。这个有金砖桃。这个蘑菇岛是干嘛？蘑菇岛牛排啊！你多久没玩了？啊，玩清楚了吗？什么时候牛排变蘑菇岛？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变蘑菇是不是？我们刚刚没注意。牛排不是没有啊？是这个前面的蘑菇都是那个啦。守护者岛，来，我们等一下看。对方祭司在中间。对方祭司在中间，我来了。打他，扁他，揍他。祭司也在中间了。揍他，揍他，揍他。他们都是要来献祭了，是不是？我这样他打，我打拿在手上，经验结晶拿在手上，副手也不行。祭司打架，祭司打架，祭司打架了。存后面一点再用啊。两个祭司不要乱入，好痛。哦，哎、欸，有那个祭司打架，祭司打架。异国已经有了，异国有了。好，我被蚊子咬啊！察觉地面是野。走喽！哎、欸，中间是不是有在喷？有在喷。但是力量倒盖了，力量倒。力量倒被他们放那个喽。那我打掉，打掉。嗯、我中间清场了，我中间清场了。没稿子，所以这个蘑菇到底是干嘛？那个，哪里蘑菇啊？你到底在哪看到蘑菇？这里啊，前面打这个、啊，这个蘑菇岛。哦，这个是那个疾病岛，有放核心的话，敌人在那里会失明。是别人的 buff 了，我往下跳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买稿了，我买稿了。嗯，等一下可以去补一下。我来补，我补，我补。好，该死掉了。其他的岛放在老地方。等上来了。版本。然后还有守护者岛。哪里啊？经验值，经验值，好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哦，掉来。守护者，守护者，我盖岛，盖岛。盖岛，盖岛。再盖一个。OK OK。我的。欸、那个记得绿宝石都可以使用啊，那个要穿装，赶快先去买装，快去买装，买装装。有需要放核心吗？有有有，刚刚有放那个守护者岛，你可以补一下。
这边看到了。好，咻！哎 ，Q 呢 ？Q Q， 怎么了？哈哈哈！喷嚏会感染呢、啊？才不会嘞，都打哈欠吧。喂，笑都会感染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面对面中间是谁？我帮大家买个怪的，没有讲话我也怪怪的。谁怪怪的？我啊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也被说怪怪的，就是因为没做事吗？好啊，来啊，做事做事，哎、欸，大祭司昨天受伤，小心哦、喔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，慢慢的存。